你看我去年呢拿着萝卜吃不完，今天再用萝卜给咱做一个萝卜菜饼。你看那都那个啥都黏黏的，嗯，它屋里有点热，温度太高了。嗯，水开了，萝卜菜倒进去，焯下水。水不要舀的太净。切碎。给里面放些葱花。盐。敲和面，然后再粉刺加入面粉，奶奶为什么你的面面里面有绿绿的什么东西？萝卜呀。萝卜不是红橘色的吗？怎么是绿的？他那顶萝卜你会不会爷爷拿回来吗？可忘了。里面是白色的，那为什么还是绿色？那就叫个冒头儿，知道了吗？你要干嘛？那个我们跟我萝饼，这个面要和的稍微热一点，菜多面少，面边上撒些玉米面粉，因为面太热。一点点挤的，要不然没有汤液。喂饱了，这么多汤了。